OK，大家来 video 看一下，还没有打招呼的打个招呼啊，OK，record video 看一下大家，我讲回三个字，我要讲回三个字，不懂你们记得没有？来 video，OK，我看明轩，来 Dylan 一名，Bosco 啊，来 everybody 子良啊，瑞奇在吗？瑞奇，OK，好，大家三个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字，OK，Venice，可以，非常非常超级无敌重要三个字，conduction，所、so, 这个是呢关于热能的流动三个方法，热能的流动三个方法，第一个固体的热能流动的方法，好、哦，所以它从一端到另外一端，所以好像呢，比如说这一个啊，有一些锅啊。没有将好的，你煮哦，哇，它的把柄会热的，对吗？啊，因为哦，可能啊，那个怎么说呢？这个锅啊，它整个都是金属来的，哇，像那个抓的那个把柄啊，那个握那边，当然也是热咯，对不对？除非呢，它这里它放木啊，或者是它放 plastic 会融掉啊，silicon。哦，或者是比较硬的一种一种 plastic，它不是 plastic 来的啦，比较硬的一些材质来的啊，它就不会导热导到那边。等下这个图表错了的，哎，其实也没有错，就是这个图表。OK，所以呢，这个金属你烧这个金属哦，就是通过固体啦的方式传到握柄那边啊，或者是这边你在这边烧哦。这边你放那个蜡，然后放图钉，它会掉下来。OK，就讲那个热能通过固体的流动哦。OK，这一个呢是第一个字，叫 conduction，conduct 啊，固体流动热能。OK，第二个字 perolakan，convection 是流动体怎么样传播热能？哎呀呀！这个啊，流动体包括了液体或者是气体。这个重点是呢，热的会往上，冷的会往下。然后你看到这样转圆圈、转圆圈、转圆圈啊，就是 perolakan 了，convection，perolakan，convection 啊，这样转动、转动、转动啊，OK，包括空气也是啊。火灾的时候你要怎样啊？站着走，蹲着走，趴着走，啊，大家有听过对不对？我们要趴着走，哦，如果是火灾很浓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避开那个烟，5分钟之内那个人你就可以，你那个 OK，不要讲你啊，5分钟之内被困在火场里面的人啊，基本上他就已经昏倒了，所以很少说是什么活活被烧死，不会这样活活被烧死的。因为哦，5分钟之内他已经昏死过去了，就是因为那个浓烟，然后浓烟呢，刚好就是它有一氧化碳呐、啊，会破坏我们大脑的，OK。然后这个浓烟呢，它是热的，热的就会往上升，所以在火灾的时候哦，这种很热的空气在上面的嘛，干净的空气比较凉的空气就在下面，所以要趴着走，就是因为这个原理啦。Perolakan convection。液体或气体的热能叫什么热能流动的方式啊？记这个字啊。第三个，真空，没有固体、气体、液体，或者是叫直接照射。你站在一个大灯的下面，你觉得哇，很热哦，这个灯很热哦啊，就是 sinaran 了咯，radiation。OK 啊，或者是呢，你站在火炉旁边。你就会 feel 到哇，很烧哦，很烧哦。你看啊，古代或者是也不是古代啦啊，你看看戏啦。如果没有去过很冷的地方的话，好、哦，你没有 feel 过的啊。我们看戏啊，他们英国也不是英国，就是怪楼啊。我们讲怪楼的一个传统，他们在 Christmas 的时候啊，Christmas 啊还是什么夜晚啊，哦，他们就一起聚在，还是有什么夜晚，他们就一起聚在那一个火的。旁边，然后讲故事等等讲故事这样咯，这是他们的传统啊，是不是？说那个情景，其实我只要跟你表达那个情景，对吧？聚在那边呢，确实在他们的家里呢，那个哦，那个生活的地方啊，哦，那个圣诞老人下来的地方，
不、哦、你懂吗？比如说这个是客厅啦，然后这个是他起火的，然后火堆啊，那圣诞老这个是他通去那屋子啊，怎么说屋子不是有那个这个烟筒的，对不对啊？圣诞老人这边下来的吗？哦，虽然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故事，可是大家应该听过一点。所以为什么聚在那边呢？哇，真的是热的。如果你去过比较冷的地方哦，你可能会知道这个东西啊。我是没有去过这种火堆旁边呐、啊，可是哎。哦、有啊有啊，我是在韩国的时候，韩国啊很冷啊，然后呢他在我在那个我忘记我在哪里哦，济州岛吧啊，他在一个他是一个岛来的那个不是，我们去到另一个岛，不是济州岛啊，另外一个岛我忘记了，他们拍戏的一个岛啦，很漂亮的，就是去看风景啊，这样哦，很大一下啦，可是你可以步行去走到完所有的景点，在那岛上面，然后那时候我们冷到啊，还有雪玲姐姐还有 Manfred 哥哥咯，就它很大很大个地方，总之 OK 很大很大，然后停船你想象这样 OK， 然后我们可以跑去不一样地方啊，这有那个很多树很美的树，然后那时很冷嘛，可是还有一些地方哦，还有小火炉 open 啊，这个是啊露天啊，完全就不是室内的、啊、是整个岛 OK， 我只是大概画出来，还有一些火炉这样，然后我们冷到我们就这样走走走，哇有火炉哦，快点在旁边，然后这样温暖一下，然后准备一二三，又要走了哦，快走走走，去到哇，又下个火炉在旁边暖一下，这样因为太冷了，那时还没有下雪，可是它已经很冷了，我们就去火炉旁边取暖。那是我唯一一次啦，其实真的是 feel 到哇，原来那个火啊，啊，怪不得啊，做戏是这样的啦，真的可以取暖的嘞，真的。OK， 这个就是直接照射 radiation， 它直接放射那个热能到你的身上啊，洗那烂 ，OK。太阳照射到地球也是用这个方式，三个字记起来了吗？容易哦，三个东西罢了，真的。第一个，看啊，大家 ，OK。第二个，没有 highlight 到，再来。第三个 ，OK 啊，等下你要写给我啊。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跟这个热能的流动有关的大自然现象 ，OK， 自然的现象啊 ，phenomena， 阿拉姆就是自然啊，自然现象，大自然，大自然 ，OK，natural、okay, phenomena 的热能的流动，其实呢，大家海，你站在海的旁边，就会有这个海风，哦。无论是什么时候啊，都有海风的哦。可是呢，白天跟夜晚那个方向不一样的。白天它这样的，大家看着啊，这个是白天，这个是下午的时候啊。OK， 我要你想象一下来 ，everybody， 我们想象一下，现在呢是下午的时候，OK， 我要你想象另外的海滩，海滩呢、啊，你知道海滩吗？海滩是有沙的，你可以走在这边的 ，OK，feel、okay? 一下啊 ，OK。feel 一下，你现在走在这边，敌人，你脱鞋啊，鞋子在这边啊，人字拖啊，脱鞋，哎呀，有点臭 ，OK， 然后你走走走，请问这个陆地是冷的还是热的？我要问，冷的还是热的？太阳在上面啊，太阳在上面，来 feel 一下啊，现在，请问现在这个沙滩那边啊，沙沙沙是冷的还是热的 ？OK， 还有吗？大家全部人 type。Bosco 没有反应啊，不会这样啊 Bosco 啊，冷的还是热的啊 OK， 在沙我们现在我在讲这沙，请问是冷的还是热的啊？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OK OK 还有吗 OK， 好，大多数人都是讲是热的，对，我要讲啊热，对，我现在要做一个比较，然后现在你想象你走走走，哇，很少啊，那个沙很少啊，那个沙哦，你就跳跳跳跳着去，然后你就快快走去那个海哦，冻到水了。请问现在的水是比较冷的还是比较热的？比起陆地啊，你觉得它比较冷还是比较热 ？Feel 一下 ，feel 一下。我知道大家很久已经没有去海边了哦，哇，很久没有旅行了啊。OK， 呀、yeah, ，再来，大家现在你要讲水，现在的水比较冷还是比较热？OK， 再来 OK， 还有吗 ？OK， 还有吗？来，现在在水啊，你走到水中了啊，冷还是热 ？OK， 很好 ，feel 到哦，大家虽然很久没有去了，是的，水呢比较冷。OK，
我所以啊，现在我擦掉一下，不要擦掉，我要写清楚一点。比较起来，相比起来，说其实冷跟热是一个比较来的，对不对？我讲这里很热，那里更热，这样这里是冷了咯，对不对？说我它是一个比较来的，确实说现在呢，陆地啊比较热，水呢比较冷，冷有没有这个点呢、啊？这我一直觉得怪怪，好像有哦。OK， 所以记得这里冷啊，这里热啊。OK， 热的话它会散发出热能哦。那个空气会往上升，注意 everybody， 这听一次你就会有的，因为我们讲了啊，现在有热烈当空，这边热哦，往上升哦，它当它往上升的时候啊，你看啊，你看啊，这里呢会形成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是空的，因为空气往上跑掉了啊，往上跑掉了，哦，空了怎么样啊？旁边呢这个啊冷一点的空气呢就会被吸过来、啊、因为这里空气跑掉了，之前我们是不是学过气压，这里气压比较低，这里气压就比较高哦，高的会很自然而然的被吸过去低的地方，就变了海风咯，海风就是从海吹过来，头发 Bosco 的头发这样吹过来，说如果有耶稣啊，那耶稣是这样的被吹过来，诶，好像耶稣这样被吹又太厉害了啊、哦、OK 那个海风啊是从海吹回来的，因为这里呢它很热，那个空气跑掉了，你要这样记啊，冷的空气就被吸过来了， OK， 所以你要记得哪里冷哪里热先啊， OK， 热气往上升，这个东西我们叫 per， 你记得吗？刚才那个字大家热气往上升，冷的气往下的，我讲在火场的时候你要趴着走的，英文叫 convection， 对哦对哦，热气往上冷气往下啊，然后因为气压的关系它就会被吸过来，来大家我们看相反的，来 feel 一下，来又来了啊，我们要想象啊，想象现在你没有去到， 你真的不能只是看它，你要想象你 feel 啊， OK， 晚上啊，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Bosco and girlfriend 为我手牵手在海边走走， OK， 海滩，像你 feel 下， OK， 晚上啊，我们不要讲十点啊，刚才十二点嘛，是不是？我们想现在哦，八点钟已经天黑了，对不对？八点钟哦， OK， 刚刚才天黑啊，现在这个时候你走在这个海滩上哦，请问比较热还是比较冷？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啊，陆地跟海啊， OK， 你走在海上啊，那个十点啊，十点啊，半夜十二点啊， OK， 有 Bosco 半夜十二点跑出去吗？该是中午十二点吗？现在我们就讲半夜十二点OK， 半夜十二点，哇，那个风吹，哇，很冷啊、哦、很冷哦，那个陆地比较冷，所以、so, 你脱鞋啊，脱鞋了大家，我们脱鞋 feel 一下、啊、大家 OK， 你就想象是你了，不是 Bosco and girlfriend， 你就想象是你，哇，地上冷冷的，不过啊你走啊，你的脚现在冻到海水，你觉得怎么样？冻到海水温的还是冷的？如果我讲热有点夸张啊，讲真、哦、不可能很热的嘛，热好像烧水这样，你现在 feel 一下这个海水啊，温的还是冷冷的？是不是温温的？我相信大多数人说，如果你讲 OK， 我没有试过晚上去海边啊 OK， 这样真的没有办法，可是我相信会有人真的是 feel 过的，晚上的时候反而那个海水是温温的咧、哦、相比起来啊，这里我要写回热了啊，这样的话因为比较起来这里 hot 这里 cold， 这样的话就是一样了，热气往现在是这样哦，这里往上升哦，这里往上升就形成了一个空洞，这里气压很低，相比起来啊、我要写压怎么写了，哎呀 oh my god， 气压压哦，气压低，这里相比起来冷的地方呢气压比较高，高会吹去被吸过去，低的地方它就这样被吸过去了，被吸过去吸过去吸过去，现在的海风哦，那个头发很乱的，现在的海风是这样的， Bosco 还有 girlfriend
他的头发倒转回来了。因为现在的海，现在的风是从陆地吹回去海的，倒转回来的。你看到这个箭头哈，所以这个呢，它是这样的。那讲，我先用英文的教你这样背啊 ，OK？ 英文啊，很容易记得啊。来，全部人，刚才你什么都听不懂的话，你要记方向 ，OK？ 重点是这样啊。啊、，sun 出来的时候呢，就是 sea breeze，S and S。sea breeze 就是海吹回来 ，sea。sun 出来的时候就是 sea breeze， 英文的可以这样记。其实埋伦的你也是可以靠英文来记的。等下我，你可以翻你的课本来看啊，它叫 bayou lau 一样的。有 sun， 哎，有 sun 就是中午十二点咯，白天的时候咯，风就是从海吹回来，所以另外一个就是相反的咯。啊，这样晚上呢就是 land breeze， 马来文叫什么啊？我看一下啊，看这个。所以你看啊，这个图倒转回来，所以千万不要记左右啊，你要记从海吹回来还是从陆地吹过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你看这里还没有画到啊，这个太阳这里还没有画，你可以画一个，可能你画一个月亮还是怎么样的啦，在这边这个啊，我画一下月亮啊，月亮。OK， 好、哦，哎哎哎，这样 ，OK， 所以啊，晚上呢就是 land breeze 叫 bayou darat， 所以马来文的你用英文记 OK 吗？你觉得可以吗？侯燕啊，子良啊，还有谁啊 ？Alicia 啊，一鸣啊，其他学校的，除了 SK 之外，其他学校都是用马来文，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靠英文的来记。sun 就是 sea breeze， 就是从海吹回来，所以白天海吹回来，晚上呢吹出陆地的啊，从陆地吹过去海，所以叫 land breeze bayou darat。 这样的话你明白吗 ？OK，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字眼了啊，大家来来来 ，OK 啊，有这个字的呢，你可以用这个来写一写。所以 bayou laut 怎么一回事 ？bayou darat 怎么一回事 ？OK， matahari。啊，其实重点是这样的，刚才你 feel 到叫你 feel 那个陆地还有海、哦、其实是这样的哈，固体比较快热的，你比较一下啊、你煮那个锅的时候，锅先热还是水先热？固体跟液体哪一个东西更快变热？固体，对不对？固体比较快热，所以太阳呢它会让那个地上、哦、热更快。darat 就是陆地，对不对？哈 ，memanaskan 它加热那个陆地是比较快的，这样小的我的字 ，OK， 加热看不到字跟我讲啊，我位置不是很够，我觉得放小点 OK。它加热陆地比较快，哦，比起海，就是讲海比较慢，海比较慢，水啊，因为它是水嘛，它是液体 ，OK， 在白天，哇，度像是白天啊。我全部都写了啊 ，The sun heats up 就是加热啊 ，The land faster than the sea 啊 ，during the day 在白天的时候 ，OK。接下来，因为它会让我们解释的，所以我带着你一起看先。Udara panas di darat 说陆地上面就比较热，对不对？所以陆地上的热空气会膨胀，热胀冷缩没有问题，对不对？这个陆地上比较热的空气会膨胀。膨胀了就是说，其实什么是膨胀啊？我们学过的啊，什么是膨胀呢？就是这样。然后呢，你念的例子啊，它比较远离对方，比较远了，对不对？所以它变大了。如果是收缩式哦，为什么要收缩啊？哦，因为它粒子比较靠近。一二三四五六啊，你看到吗？收缩冷的时候，怎么写啊？冷缩缩 ，OK。热的时候是，哎呀，玩到什么东西？这么讲 ，safe as 偏距哦，没有要 safe 啦。热的时候是胀了胀，哎，胀 ，OK， 我不懂了，把你知道我解什么？好、哦，为什么膨胀？为什么？你看啊，当它热的时候膨胀，其实它会变得比较不密集，孤浪东半不密集。那个粒子比较远了啊，看到吗？比较疏散了 ，less dense 啊，不密集。这个是 form one 的词啊，我不知道你记得多少。我写华语，你要的话你要写 ，OK？
So expense 膨胀，膨胀就会遍布密集，看我这两个表啊，就因为它不密集呢，它会浮，你记得吗？不密集的东西会浮往上升。The Nike Adidas，因为它变轻了，都被ring on了哦 ，moves upwards 往上升。Because it is lighter 啊，好像热气球往上升。所以呢 ，bayu laut terhasil 产生了这个从海吹回来的风产生啊 ，terhasil is formed 形成或者是产生都可以。Formed. 当 udara sejuk yang lebih tumpah 在海上呢比较冷的，然后比较密集的这个冷空气呢 bergerak dari permukaan laut， 它从海的表面来到这边呢、啊，来取代那些跑流的空气啊。OK， 这个是表面啊，surface 表面 bergerak dari 移动。它会从海的表面移动到陆地那边。More denser to replace 来取代飘走了的空气。哦，刚刚我讲的这边会形成一个空洞，因为全部空气飘走了，飘走了，飘走了，看到吗？啊，所以冷的空气从海的表面会来到陆地上，取代掉飘走了的空气。这一句讲的就是这样 ，OK， OK 啊，啊，有什么需要写的你要写啊，因为他会叫我们解释这整个 land bridge 想形成，比如说啊，不难的，真的是不难的，所以你会了一边，这里哦，你就全部倒转回来就对了咯 ，OK， 晚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 ？Darat menjadi sejuk lebih cepat， 陆地啊会比较快冷，哦，一下子就冷掉，所以固体是。很快热，但是哦，也很快冷。大家注意啊，全部人来啊、要睡觉的还是什么啊？啊，回来多一下下，听一下下。固体哦，快热，但是也快冷。你烧那个锅，大家现在你想象拿那个锅放在火上面 ，feel 一下啊，哇，很烧啊，很烧啊，那个锅很烧，对不对？然后你一拿掉那个锅，可能几秒钟过后，你可以摸了。它已经不热不热了，对不对？再来，大家 feel 一下烧水，烧水啊，摸那个烧水，哇，很烧。你放在那边几秒钟过后，你可以摸吗？还是不可以摸，还是很烧，对不对？你要等很久哎，烧水你要等它冷哎，要等几久哦？很烧的咖啡，很烧的麦乐，你要等几久？所以水啊，大家海水也是这样，大家看啊。啊，你看剩下十分钟，快了啊！我写多 一点点东西啊。海水哦，慢诶，慢讲写啊，慢诶啊，我的中文慢啊，慢水啊是慢热，慢慢你要煮水哦，锅子 ，OK， 锅子是怎样的啊？这样啊 ，OK， 把柄 ，OK， 你要煮水啊，你要煮很久一下，其实如果很多水，对吗？慢热，但是啊。它也慢冷，对吗？有没有听过梁静茹的歌《慢冷》？我很喜欢、啊、固体来，固体哪一个东西去烧？有什么固体可以拿去烧的嘞？哈 ，OK， 空呢？水也能慢热啊？不是水？对呀、啊，水慢热，就是你比较起来呀、啊，你煮水，还有你煮。煮什么呢、啊、我要想，我要讲煮煮，不要讲煮啊，讲烧一个这个一块铁，铁怎么写的？铁。Oh my god， 我的中文发生了什么事情？铁一定是金属的旁的 ，OK， 金属的旁是这个了哈，铁啊 ，OK， I mean 另一个意思，慢热，慢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另一个意思？什么另一个意思？哪一个意思？啊，你看，煮水还有煮固体，是不是水又慢热又慢冷？哦，固体啊，你煮的话，哇，超快热的水啊、这个是什么？固体啊，固体很快就变烧烧了，对不对？很快热，但是你要它冷哦，很快的哦。
它快热也快冷啊，大家要记得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弄乱了嘞，他们一直在想哦，那个铁很烧啊，等下还是很烧，很它很慢冷，不是啊，固体是很快冷掉的。OK， 快热又快冷，慢热，你要讲的慢热是人的慢热啊，是吗？OK 啊，大家这个没有问题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啊，在海啊，我就知道 OK。在海呢，这个是水啊，它刚才慢热，因为太阳出来了，还没有热，还是冷冷的。现在是啊，它冷，它太阳晒了它一天，它这边很多热气其实，哦，到了半夜它才慢慢一点一点释放，慢慢一点一点释放那个热能。所以半夜呢，晚上它比较热，就是讲这里热，这里冷啊。我讲完它 ，OK 啊。所以呢，这里我们要读一下那个句子吧，大家。Darat menjadi sejuk lebih cepat, Ludi.Cools faster， 冷却下来比较快，比起海，所以陆地比较冷哦。OK， udara di permukaan laut， 海面上的空气啊就比较热嘛，它就会变成没那么密集，然后往上飘，往上飘，往上飘了，是不是形成我所谓的空洞啊？这样的话呢，另一边啊， udara sejuk lebih tumpah。Cool air, the cold and more dense air, denser air 啦，从陆地就会过来取代这里的这个空洞啊 ，to replace the warm air above the sea, 来猛干地干取代这里比较热的空气，因为它跑掉了。这样呢，就是海啊陆地风的形成啦啊，它就这样吹过来了。OK， 所以就我讲了，哎呀，头发从后面吹回来。如果你面向大海啊，头发从后面吹回来，是啊。OK 啊，所以这个是相反的啊，跟刚才那一个啊，就这样罢了。OK， 所以呢，等下的时间哈、哦，是我看看啊，8:34。我在想要不要给你们玩一个东西，还是下一次先？我想一下啊，OK， 下一次先，不然我看不到你们。哎，可你们看不到我，应该讲。OK， 我们等一下玩一个东西啦哈，我怕你要睡觉呀，我一直在讲。OK， 大家全部人注意 ，everybody， 这个你没有听的话，等一下你上不到课。我不懂你会上得到课吗？大家 ，everybody， 全部人在不在？我要叫一下一鸣 ，Bosco， 给我回应一下。Vince 有在哦，听到哦。Richie， 给我一个 reaction 一下。Rishi 在不在？我要讲个东西啊，等下我们没有回来 Zoom 了。OK， 好，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们没有回来 Zoom， 我给你玩一个东西啊。OK， 我还没有正式把它变成可以玩的东西，但是哦，我想今天可以给你们指导一下，这样改天我要玩的时候，你们可以比较快。给侯燕，侯燕在吗？侯燕 ，OK， 好啊，听啊，全部人啊，我要找一下在哪里啊。等一下呢，我会 upload 一个这样的一个 link 啊，刚才我给 form 4的人 try， 因为 form 4的我要他们帮我试东西， OK， 等下我会 upload 一个这样的 link 啊，等下停了过后，对不对？你可以，你直接，等下我们不用讲 break 了哈，因为我们进来是玩一玩的，你直接进回来，你就按这个，不是 zoom 啊，不是 zoom 啊，等下不要按这个啊，我们用这个来上课，可以吗？大家听到哦， OK 啊，然后呢？里面有几个课室，有几个空间的。你进 classroom one， 你进那个 classroom 嘛，有一个是我忘记是什么了。你进那个 classroom， 我会再带你走来走去。等下你进这个，等下不是现在，等下进。所以等下他时间跳了，还有四分钟，我讲多一下下又跳了啊，我们就进回来这一个啊。OK， 哦，对对对，我忘记一个东西。当你进的时候呢，我教一下大家啊，你需要 log in， 可是你应该没有问题的啦。我觉得啊、等下我要 sign out 一下 ，OK， 他会这样，你应该会按到这个这一面啊。然后呢，你 sign in with Google 啦，我觉得你应该有 Google， 你现在进来这个 Zoom 就是这个 address 来的嘛。所以你 sign in 用你的 Google email， 好像我是用这个的，其他是哎我老妈的，我另外的 email， 还有啊、这些补习中心的 email， 我用的是我自己的。所以你用你懂的那个 email、哦、你熟悉的 email， 这样它会有你的名字，然后你就可以 sign in 了，应该是按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错的话啦。 OK， 你就进来了，它会这样的。我先给你看起来啊，
我的问题是在为什么我还不能用呢？我今天没有能够不能正式的用了，我带你去参观一下罢了哈，因为我的 video 没办法，所以你 join， 然后你进课室 ，OK， 这个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啊，所以等一下他时间跳了，你就用那个来进啊，知道吗？不用停啊，你进去我会带你走来走去了 ，OK， OK， 我现在讲多一下下来大家，所以海风啊 ，land breeze sea breeze， bayu laut 啊 ，bayu darat 完了。我们来看哦，这个你写一写啊，有笔记的人来，或者在课本写一写。这个叫导热体，这个叫不导热体。等下几点进回来啊？等下直接进回来。等，因为你要一点时间的。等下哦，快的人你就先进回来，我没有开始上课，你不用担心。OK， 等下你直接用那个 link 进回来啊。我现在 share 啦，这样的话 OK。等下是直接进回来啊，这个。Enter， 我要教你 Enter Classroom 1。我先 post 先啊，等下用这个 link 啊，不要用 Zoom 啊 ，OK？OK，、okay? okay. 所以等下直接进，因为你还有点时间去 sign up 啊，去 log in 啊那些的 ，OK？ 这个叫导热体。其实哦，应该这样讲了，导体，因为啊 ，conductor 这个字啊，来可以是导电体的，叫 conductor electric。Electricity conductor 就是导电体，现在他讲 heat conductor 就是导热体，这样咯，你明白吗？哦，因为这个是热嘛，哎，子存下来进来，哎呀，我讲完了，热能，哎，明轩，哦，哎，明轩周末，明轩刚才在的，哎，等下我看一下子存 connect 到我们啊，子存。啊，子成你听到了吗？子成啊，快听一下，他要跳了啊，真的是。好，现在要跳了，你等一下哦，直接啊，他要跳了啊，你直接按这个东西，然后哦 ，log in， 用你的啊 Google address log in， 我们用另外一个地方来玩，今天来玩，真的是玩一下的 ，OK， 没有这样写，因为我已经讲了40分钟了，今天啊，等一下我们用另外一个地方玩啊，来啊，大家进 Classroom One 啊，他要跳了的。你可以等下我们就去 try 啊 ，OK 啊，现在去 try 了 ，OK 啊，子成，立刻啊，大家。